然后我们上去看一下潜影盒里面是不是放了什么大宝贝啊。哦，无尽幸运方块，可手动开的一种无尽。嗯，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。先来点饱食度，然后加点生命吸收，我怕我一会儿嘎了。哦，掉了什么？两个中子锭，这个也可以做装备。不过同样的啊，这个也没有 EMC 值，想靠它去赚点 EMC 值也是不现实的。青金石块我们也不要，第一把石镐已经挖爆了，能不能给个能做高级镐子的属性的那种装备啊？什么钻石镐是吧？我还得这么挖出去，传送都传送不了。这个地图连就是小地图都没有啊！连锁一下，哦，挖出来了，又损失一把镐子了。我们还能做最后一把镐子，为了一会儿不被困住，我还是先返回村庄，哎，跟村民那边再借一点石头。是吧，再借一点石头。他们有没有铁匠铺啊？如果有铁匠铺的话，里边应该会有铁锭。我拿铁锭做把铁镐呢，是吧？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视频，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不然下次你就刷不到咯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村民卖啥的？啥也不卖。好像没有铁匠铺啊，这个村庄。是的，没有。那我只能是帮你装修一下了。哎呀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谢啥呢？不用谢啊，不用谢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，真的是别谢我啊，谢他啊，谢村民。然后我们现在把镐子放一个，现在有一组了啊，不用担心被什么东西围住了。妈呀，那边怎么有小人啊？和平不掉，中立生物，而且看起来不是太友善，长得跟摸根似的。好家伙，快跑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喂，这家伙的穿无尽装备的，兄弟们，我试试能不能打得过。不掉血，快跑！假装没干过他。哎，绕桩，绕桩打法。哎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小嘎巴豆子，过来！你给我先过来！跑！哇哇哇！他有计谋，兄弟们，他有计谋，他会后撤打法。我们得机灵点。沃赫，沃赫，沃赫！走位，哎，走位，走位，你完了啊！干掉了，干掉了，但是他好像什么都没掉，就掉了点骨头，还有一坨粑粑，我们不要这粑粑，然后就是得继续开了。本以为他能给我掉点装备，这把剑是不是没有抢夺呀？纯无尽剑，根本没属性，这种剑根本就没属性。喂，怎么又走到这边了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你看他们那四个小矮人，一脸想弄死我的样子啊！哎，中子块，无价之宝，可以做装备的，留着。我现在有剑了，缺把镐子。哇，哇哇哇，这个我也挖不了啊，这个是。铁来了，朋友们，咱们最需要的资源它来了。先把白色混凝土扔掉，然后搞一组铁。蛋糕太多了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吃蛋糕啊，根本吃不上。终于可以换上铁镐，再来个铁桶，然后正好离村庄比较近，那么我就可以用这个铁桶去接桶水。一会儿如果从高的地方出生或者说干嘛的，我们也能落地水了啊！来接桶水，接桶水。装备有吧？装备是钻石甲，防御力还算可以。背包里还有什么破烂？箱子咱不要，多余的一块石头咱也不要。一整理非常好，幸好这个整合包还有二件整理，不然我得难受死。开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？雪山吗？冰有没有用？雪有没有用？好像都没有用。再开一个。哎，为什么我不掉血呀？哦，我有三分钟的防火。等等，这是钻石块。哎，我可以换钻石镐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记得我另一个方向开出了一堆钻石。哎，这不重要。